Hallo allerseits, willkommen zu einem neuen Video. Ich bin Mengyu. Ich habe immer gehofft, dass Sie durch meine Videos verschiedene Blickwinkel und Bereiche Chinas kennenlernen können. Heute möchte ich Ihnen einen neuen, aber auch wichtigen Bereich vorstellen. Welche Art von Hilfen oder Rehabilitationstraining können die hörgeschädigten Kinder in China bekommen? Ich besuche heute eine Expertin, um uns die Hör- und Sprachrehabilitationsangebote in China vorzustellen. Wu 老师您好，欢迎来到大润发啊！今天非常荣幸，吴老师您能简单的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吗？好。泰仁花呢是一个民办非盈利的社会组织，在2009年就成立，到现在呢已经13年了。我们接受的孩子大部分是一些听力语言障碍的孩子，还有一些发育迟缓，还有一些言语发音不清需要言语矫治的孩子，那还有一些和行为和情绪需要一些培育的孩子。那多大的孩子适合来咱们泰仁花做这个言语康复呢？听力语言康复的孩子的话，他基本上就在佩戴助听器或人工耳蜗植入以后，开机以后就可以马上来进行眼听力康复了。我们目前最小的孩子是7个月，最大的现在目前正在康复的是一个18岁的一个高中生。咱们中心都有哪些课程？您能带我看看吗？好，我带你进来看一下。好的，好的。我们分了5个功能区。那首先呢，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个别化教学区。那个别化教学区就是我们1对1的一个课堂，基本上是一位孩子一位老师来进行针对化的一个教学。1对1的这个教学也分了不同的一个功能，那有认知的，有言语矫治的，还有一些评估，还有我们一个 AVT 教学室。那我们还特别有一个成人听力语言康复训练室。是所有孩子都需要一个1对1的训练吗？因为特殊孩子每一个孩子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特殊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在言语清晰度，那个孩子可能在认知，那个孩子可能在整体发育上，所以每一个孩子问题不同，所以就需要对他们进行个别化个性化的一个康复训练的计划。像咱们在咱们中心的这个康复训练，咱们有一个统一的理念吗？或者说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我们从开始建立泰仁花的时候呢，我们就把爱心和专业作为我们两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那这些年我们一直也在坚持和传承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办学的一个理念。我们希望在爱心的基础上，用专业的方法和技术手段来助力孩子回归回归一个正常生活，正常的一个社会，我们一个主流社会啊。希望他们未来都能够正常的回到校园里，回到工作岗位这边呢是一个小人亲子的一个教室刚才说我们目前最小的孩子是7个月的孩子，就是当这个孩子人工耳蜗手术开机以后，6个月手术，7个月开机了，那他马上就可以进入康复训练了。所以呢，这样的孩子一般我们都会在，因为他站不住，他可能会爬着或者在父母的怀里。这边还有一个团体课团体课呢是为了促进孩子们像正常幼儿园的孩子一样，能够建立一个我们从5大领域，从认知、语言、艺术、社会科学来进行，跟幼儿园5大领域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是特殊教育，但是跟这个正常幼儿园的课程设置是一样的。那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未来更好去融合，去跟社会有一个融洽。所以它的课程设置也是这样的Darüber hinaus stellte Frau Wu uns stolz ihren einzigartigen Trainingsraum für sensorische Integration vor. Ich habe auch einen Kurs mit einem 2-Jährigen mitgemacht. Der süße 2-Jährige wurde auf beiden Ohren taub geboren. In nur 40 Minuten spürte ich sein Vertrauen zur Lehrerin. Der Unterricht macht ihm offenbar wirklich Spaß.语言的发展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它不光是我们口齿舌唇存在然后就能发音，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大脑组织语言的一个过程。所以当这些孩子在这些感觉统合训练是一个辅助性的一个促进语言发展的一个项目当他的运动觉呀这个平衡觉出来了以后，包括他的这个触觉感觉很舒适的情况之下，他的整个的处理能力就会更加强，那也包含了我们大脑的处理能力。Als Nichtregierungsorganisation befindet sich das Hör- und Sprachrehabilitationszentrum Sonnenblume im Gebäude der Behindertenvereinigung im Stadtbezirk Shijingshan von Beijing. Die chinesische Behindertenvereinigung hat die Entwicklung dieser NGOs stark unterstützt.
太阳花和小飞象是两家儿童康复机构。那么太阳花呢侧重于是听力，小飞象侧重于是孤独症的儿童，还有一家成人康复机构。那么我们呢盖了这个石景山区的残疾人职业康复中心大楼，那么就把这三家民营机构作为战略合作单位给签到这个里面是长期的合同，那么给他一个相当优惠的一个价格，相当于免房租，实际上他们只负担水电供暖等基础运营费用。Das Sonnenblumen Rehabilitationszentrum sieht sehr schön aus, oder? Was halten Sie von solchen Rehabilitationsangeboten? Gibt es in Ihrer Nähe ähnliche Einrichtungen? Hinterlassen Sie gerne einen Kommentar unten. Ich bin Mori. Tschüss und bis zum nächsten Mal.